Hello, I'm TJ Abel. This lesson, we start to learn HSK 上册啊，第九单元，我们学习到了 exercise 部分啊。我们来看到啊，第九单元啊，阳光总在风以后。那首歌学会唱了吗？我唱了好多次了哈。我们来看到 exercise 啊一。Little the dialogues， 语气啊，就是到 address 啊，我们语气的话比较注重说话的语气啊，很重要。在 TikTok 上面有一个视频是吧？我去是吧？不同的语气讲意思不一样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两个字啊，你怎么说出来意思的话会不一样，所以语气很重要。两课文一，课文一，声乐的语气。我今天买了很多饼干和巧克力，减了一个月的肥了，妈只瘦了一斤，不减肥了，我要吃我的饼干和巧克力，管他呢！啊，让我看到李静的语气哈，张远，哇，就打得真是特别好。我看他比赛赢得轻轻松松啊，好容易的样子。其实我知道他背后付出了很多，每天的话训练很辛苦，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结果，不知道他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汗水。我们来看到王红的语气。哦，我毕业后啊就放弃了律师的工作。我喜欢写小说，我很多朋友，我父母爸爸妈妈都不支持我，但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你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吧。我写小说现在终于有一点点名气了很多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了，那现在也很好。那这是 exercise 一啊，大家是可以去感觉一下这个说这个话的语气。OK， 我们来看到 exercise two。OK，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fill in the blank。我们来标一下序号，过程process， 至少 at least。区别 differences， 正确 correct， 暂时 temporary。那我们来看到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远，走路至少要30分钟，那真的很远了啊。有没有觉得啊？那就上班跟工作地方太远，真的很累。那上下班路上的话要。花很长时间，你看他到地铁站要30分钟，坐地铁到公司呢又可能要一段时间，加起来的话很多很多，那要几个小时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所有的困难都是什么？都是暂时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学汉语呢比较难，但是呢，一步一步的from level 1 to 6learning system，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学得很好。很多很多朋友呀，外国朋友学员学了2年中文的话跟中国人说的一样好啊。爱和喜欢有什么嘛？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情感更深。我喜欢你，我爱你就比较正式的，所以比喜欢的更深。Love you。其实，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，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，因为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。
在努力的过程中，哎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，然后这些东西呢，那下次再尝试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获得成功了，说不定，对吧？减肥不只是为了瘦，更是为了健康。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呀？按时吃饭，啊，多吃水果，多运动，而不是饿肚子。我赞同啊，要正常吃饭，多运动，多吃水果。我呢，就是太瘦了，其实不健康，亚健康，不太健康，所以我要多吃饭。然后呢，多锻炼，但是 TJA 不工作太忙了，经常熬夜，那所以呢，我要注意一下。有学员说我每天sleep how long6 hours，我说tomorrow yes tonight you complete six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哎，有时候就睡几个小时哦。我们来看的啊，这个，同样我们来标一下序号。第一个词是汗，sweat，right，汗水，取，理想。放弃啊！我们来看到这个句子，师傅，麻烦你快点儿行吗？我must have to 我得9点之前干嘛呀？到大使馆 embassy，不用担心，保证按时把你送到。还要赶时间啊！我得在啊，我必须啊，我得我 need I must I have to。你哥不是说3点到吗？都过去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他还得去取行李啊，拿行李啊，取行李。您别担心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外面热吗？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满头大汗，很热啊，hot。满头大汗，电梯坏了，我爬楼梯上来的啊，不该。你考虑清楚了，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吗？Give up this opportunity？是的，我妈妈身体不太好，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。哇，很好的孩子啊。你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？数学可能考得不太理想啊，ideal，不太理想，not good。这是 exercise two 啊，我们来看到了 expansion 啊，那同义同字词啊，果呢表示 result。水果啊，fruit，果如果 if 啊，如果是什么？假如，哎，如是假如果呢？假如这样，假如这个 result，哎，假如 if，结果，开花 flower and 结果啊，结果水果这个开花呢？结果开后呢，一般的嘛会结一个水果，对不对？fruit 它结果，那也可以表示 conjunction 结果的 result 啊，效果一样的啊，效果哎，这个最后的一个成效，最后的一个结果，对吧？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各种幽默短信，啊，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快乐，但是。如果同样的短信你收到30遍，再幽默的短信你也笑不出来了，对吧？那如果这个
condition 然后也笑不出来了。The result，如果这个没有你的帮助，我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不过说了一点儿想法，这一切都是你辛苦努力的结果。And now, he also can be a conjunction. OK，这是个 now and no。尽管很辛苦，但是还是坚持每天运动。几个月下来，减肥的效果很不错效果，减肥的效果很不错。这个是例句我们来看到它的practice 限制填空我们来看到标一下这是第一个，如果结果效果做事情不要一开始就考虑过多会不会很难呢？是吧？结果会怎么样啊？会成功还是失败呢？对，我先结果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关键是要勇敢的去做，只要去做，一切才有可能，right？我太认同了，因为有些朋友呢就考虑太多结果怎么样？你不做，你怎么会遇到问题？你不遇到问题，你怎么去解决，最后获得好的结果这个设施呢？对不对？春天天气时冷时热，容易感冒，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。早上起床后应该打开窗户，换换空气。如果感冒了，if 如果感冒了，要及时什么去医院。水果减肥法，水果很营养啊，我特别喜欢吃水果。是通过每天只吃水果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方法。这种减肥的方法有一定的效果，但不健康。当然了，要平衡 balance diet 饮食习惯是 diet，right？这个单词我忘了要饮食平衡。还有水果、维生素，也有肉类，也有米饭、淀粉面包，不要有，还有肉类，right？这是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，大家有不懂的呢，可以在下面评论，好吧？I'm TJ Bo，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